什么？艾尔999队长失踪了？副队长有令，所有崎岖探员返回总部，清楚没有？崎岖。大闹基地，偷走时间飞船，现在还袭击队长，绝不能轻饶他们。第一次科技革命，第二次，第三次，很好很好，时空数据马上收集完毕，还差一点时空标尺就能完全校准，到时候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太苦了。切，不就边捣乱边用假信号引开崎岖探员吗？不对，假信号我还没放过呢。只要我们这个时代的崎岖特工队没有发现，就凭这些初代小鬼，根本阻止不了我达成真正目的回到那一天。那一天到底是哪一天哦？这跟你没关系啊。哼，给我制造时空起点去。滚，收到。这什么情况啊？马车，这剧情有点眼熟啊。那边还有怪怪事。来包薯片。不会吧，又没风了。真是的。总算出来了。根据资料，小镇的动力都变成了最原始的风力。这种怪事大家都不觉得奇怪？是时空起点，这是柠檬博士改变了影响世界的关键时刻导致的奇葩现象，对吧？没错，崎岖特工队，时空起点出现了。好，出动吧。青青，这次到底是隔壁那个隔壁？对呀，怎么换新造型啦？你的奇趣变身服呢？这个。根据分析，这是敌人的圈套，不过我也还是要行动。没错，因为你是崎岖特工队。之前飞船被袭击的时候，我的徽章被弄坏了。不怕，青椒博士能修好它。不用不用，坏掉的徽章我已经丢了。可是好了，凯奇，你这么关心女孩子衣服干嘛？我好吧。这次关键时刻是1776年，英国发明家瓦特在好友博尔顿的帮助下，造出了第一台可以食用的蒸汽机。蒸汽机？蒸汽机是一种将蒸汽能量转换为机械动能的装置。哦，懂了。蒸汽机是人类史上最重要的发明。可以说，之后种种科技革新都是因为它才会出现。柠檬博士之所以扰乱时空，就是为了不让别人比自己出名。我们绝对要阻止他！出发了，时间飞船，奇趣变形。发现违法穿越，目标1776年。放心，我艾尔999一定会捉住罪犯的。
怎么还没到啊？真是还有多久啊？再不开始我要回去了。对，浪费我时间啊。非常抱歉。啊，奇怪，怎么还不来啊？博尔顿厂长，到底还要等多久啊？我们来这荒郊野外可不是为了看你这铸造厂的。威利先生，请卖我个面子，他马上就回来了。十分钟，希望你别让我失信于人，不然这英国不会再有你立足之地。非常感谢，放心，敢让您当介绍人，我是绝对有信心的。划时代的发明，你赌上一切帮的那小子真办得到吗？那当然，所以我才会拜托您请这些大人物来见证。有他们的担保，发明一定能顺利推广，这个世界将会因为他，因为瓦特而改变。飞轮、活塞、气缸，这都是蒸汽机的部件。可关键的瓦特先生呢？凯奇，再这么下去，蒸汽机的发表就会取消，博尔顿可要破产了。破产？对，没了博尔顿支持，瓦特就没法继续研究了。大哥，戈比戈比，对，我们分头找。不用了。前方发现瓦特的生命信号，附近还有高能量反应。高能量？瓦特身上有危险，快！哼，特防队走喽，锁定目标。哎，就让他来搞事情吧。嗯，温度下降了，不过冷凝器要达到完美还差一点。瓦特先生，本喵来也。你们是谁？想干什么？冷静，我们奇趣特工是来保护你去发布会的。奇趣特工？走吧，再磨蹭你的朋友就要破产了。就是因为博尔顿，我才不能马上去。他相信我能造出完美的蒸汽机，所以就算0.001的瑕疵，我也绝不允许存在。可时间快要过了，你就不担心发布会取消吗？哼，我相信他，就像他相信我一样。所以我要做的事只有一件，那就是造出足以改变世界的蒸汽机。不行，滚！哼，我才不准呢。这也是你们的朋友？怎么可能，那是坏柠檬。蒸汽喷喷，前轮大冲锋。休想！逆转光枪！火箭！看招！火箭圈连环发射！铁轮战斩！不会吧！好你个破轮子，等着！驯龙战车出动！驯龙战车奇趣变形，看本喵驯龙的无影侠，蒸汽加速，攻击大本喵，前轮滚滚，什么？哇！再来，前轮大冲锋，秒！讨厌，蒸汽加速，超级铁轮转。啊，嘟嘟，本喵生气了。坏柠檬吃喵一脚，蒸汽加速，哼，再来，打不着，蒸汽加速，看招，铁轮冲锋。你想个办法。对，就是他，每次加速坏柠檬都要喷发蒸汽，这就是机会。
我最凶！糟糕！完了！没事。吓死了柠檬了，再来，蒸汽加一。讨厌，走下去了。没问题，通天金刚剪，奇翅爆发。奇趣特工任务成功！瓦特先生，我们快去发布会吧。可是我的冷凝器还有一点。哎呀，那就别动别动吧。哎，出发！等等。酷啊！好厉害！完美！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蒸汽机实在是太方便了。哎，怎么样？嘚瑟什么呢？就这还差得远呢。对，想要改变世界，我可少不了你的帮助。当然。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好，那三二一开拍。欢迎收看奇趣教教你，今天的课题是马路安全。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在过马路的时候一定要走人行横道哦，就像这样。在过马路前要先停下，好好看红绿灯的颜色。红灯停，绿灯行。嗯哼。咕嘟比嘟。过马路轻轻松。不小心哦。什么？喂，没看见红绿灯吗？遵守交通规则。红绿灯那是什么？那么大的红绿灯哪去了？警告！小镇发生大量交通事故。什么？对面，这种怪事肯定是奇趣特工队时空节点出现了。出动吧！不怕长笛，奇趣出击。这次的时空节点和红绿灯有关，对吧？这次关键时刻是1868年英国伦敦，机械工程师纳伊特安装世界首个红绿灯的瞬间。根据资料，最早的红绿灯需要一位交警叔叔站在旁边手动切换。红灯，绿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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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累人。尽管有各种不方便，可红绿灯确实让交通事故明显减少。蒙查查一定是想破坏红绿灯的初次安装，绝不能让他得逞。好，那就交给本喵吧。喂，那是我的台词啊。时间飞船，奇趣变形，这里就是红绿灯初次安装的地点，议会大厦。真是奇怪喵，不是车子太多混乱才有红绿灯的吗？闪电猫，顶点车子声都没听见喵。小知识，红绿灯比汽车早发明18年，所以这时候路上塞的都是马车哦。你怎么样不早说。哇，这也太乱了吧，如果每天都这样。队长，纳伊特已经迟到半小时了。还亏我们特意来疏导交通，最后5分钟，纳伊特要是还不来，他那发明就不用试了。糟了，纳伊特迟到的话，红绿灯的初次安装可就失败了。
根据资料，纳伊特的工房就在附近，不应该迟到。这还不简单妙？根据剧情，百分百是坏柠檬搞事情。我们快去找纳伊特吧。喂，你们这么没良心，不管本喵了吗？真是的，今天到底怎么回事？怎么到处都是路障封路？绕远路就算了。居然还天降水果！还好我的驾驶水平高超，马上就到了，我的红绿灯一定能派上用场。萌查查，说好的妨碍多多，绝对去不了呢。现在都快到了。放心，看我的柠檬射手已在那里。不，停下！不好了！一转光枪！纳伊特先生，你没事吧？你们是什么人？我们是奇趣特工队，是来保护您的。保护我？难道今天这些怪事都是有人在捣乱？不急，不是有人，是有柠檬。萌查查，可特币。对，有本喵坐镇，你休想搞事情。是吗？那边有柠檬炸弹。少来，这种幼稚招本喵才不上当。不上当更好。嘿，柠檬全防合体。我的红绿灯！纳伊特先生，你先躲一边，我们会帮您拿回来的。蒙查查，把红绿灯还来！静，你过来拿呀！绿灯爆炸，收起！就这鸟！嘿嘿，绿灯行，快走！还好，猫咪只是晕过去了。大家小心，那个红灯射线会把目标停住。嘟嘟，我们一起上吧。通天拳套，火箭拳。
没用没用的，超级大回旋，红灯停，出动！哈，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嘿，还给你们！别动！东东，啊，那里是没被红灯射到的。住的只有接触到光线的部分，也就是说金鱼战车的另一只手还能动呢，艾尔，而且正上方你的红灯就射不了了吧。冲天金刚剑奇趣爆发，太棒了，你这红绿灯实在太有用了，我们这就安排帮你推广到全国。哦，谢谢，谢谢你们，也谢谢你们奇趣特工队。奇趣特工任务成功。陈千操踏步走，一二三四，踮踮脚，甩甩手，深蹲蹦起，左右扭，再来，一二三，一地哥哥啥，本喵不用锻炼身体，一招光脊追踪，啥危险都不算事儿。地哥不会吧。瞧，啥危险都不算。闪电猫，你的尾巴喵喵，好痛。啊，这什么情况？警告，头上有高能反应。怎么了？更大的要来喽。啊，快跑啊。我的家呀。警告，小镇各处出现了严重灾害。危险的陨石区，怎么天文台没有提前预警啊？因为没人能发现。什么？奇趣特工队，时空起点出现了。又是柠檬博士，出动吧，不怕强敌，奇趣出击。星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根据分析，奇怪状况跟天文学有关。没错，这次被改变的正是影响天文科学发展的关键发明。耶，这不就是那个望远镜？这次关键时刻是1609年，意大利被誉为近代科学之父的伽利略发明天文望远镜。根据资料，伽利略还是人类史上第一个亲眼观测月球、木星、土星和太阳黑子的科学家。亲眼观察，科学家才能进一步研究宇宙，也就是说望远镜就是天文学发展的起点。
一定要保护好望远镜，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哦，出发。嗯，时间飞船奇趣变形，也就是十七世纪的威尼斯。嗯，怎么回事？这里为什么到处挂着这么多面具？好看吧？那叫威尼斯面具，是这里最特别的文化装饰，所以家家户户都会拿来做摆设。嗯，真漂亮。确认，伽利略正把发明带去科学议会的路上，只有得到议会的认可，天文望远镜才能普及。本喵要是坏柠檬，绝对挑现在搞事。你这乌鸦嘴！怪怪家伙，别过来！就是过来，没问题啊！嘿嘿，炸弹准备。传送报告。什么？我的望远镜，没事。才怪才怪，我来喽！送你炸弹，逆转光枪。不行！伽利略先生，你没事吧？你们是？我们是奇趣特工队，专门来对付那坏柠檬。小心，那些炸弹会从别的面具那飞出来。啊，闪电猫艾尔，收到，看我的光系追踪。百变重锤，光枪，可比可得比可比，嘟嘟干得漂亮，萌莎莎，这下你的怪招没用了。哎呦，我好害怕，站在后面吧。哦，不会吧，这里也有面具。啊，通天万能布。糟了，望远镜。哈哈哈哈，好机会，下潜。望远镜危险，鲸鱼战车闪光灯鱼，讨厌！根据分析，水底没面具，传送不了炸弹。启动秘密武器，流水吸击。阿狗，危险！来来，水炮发射！伽利略有很多影响世界的贡献，直接收拾他，时空数据肯定更多。听着，守株待兔，他们一定会回来。糟糕，科学议会马上就要结束了。放心，我们一定会帮您拿回望远镜。可这次坏柠檬有点厉害呀，要不伽大叔你回家再弄个望远镜。闪电猫，这也太……放心，本喵亲自去跟议会的人说，他们一定会等大叔的。不，他们不会同意，因为他们根本不相信我说的。
在天空之外还有别的星球。根据资料，这是十七世纪重要的科学争论。这时的人们认为整个宇宙只有地球一个星球。这还用争？肯定有别的星球啊，太阳不就是吗？可大家不认为那是星球，所以伽利略才被科学议会排挤。对，我的研究都被他们否决了。哟，快看快看，怎么还在研究啊？省省吧。就是，根本没有别的星球。一定有的，这是我最后的机会，眼见为实，通过望远镜我会让大家看到真正的宇宙。太励志了，喵。好，本喵跟幻柠檬拼了。等等，眼见为实，那要是看不见？有办法了。大家过来。柠檬，火眼金睛，谁也别想偷袭。呀哈，呀哈，望远镜到手。闪，不地，给我。被花柠檬发现了，艾儿，快溜快溜。收到，马力全开。眼睛，胆小喵，站住。我们赢了！嘿嘿，伽利略先生，我们快赶过去科学议会。太好了，大家都看到了。我是对的，眼见为实，宇宙还有别的星球。奇趣特工，任务成功。嘿嘿。名贵的巧克力喵，我就先尝一块喵。哦，不错喵，再来一块吧。哦，怎么样回事？闪电猫，这次过分了啊！你把大家的巧克力全偷吃了。等等，这都是柠檬博士。嘴角还有呢。冤枉喵，真的是柠檬博士搞鬼，不信你看。哎，还真是柠檬博士的原因啊！闪电猫，以大喵不计小人过哦！奇趣特工队，时空起点出现了。嗯，出动吧！
请请立正。这次被扰乱的是巧克力，你们必须全力以赴，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是，可悲。青青今天怎么特别严肃啊？根据分析，青青最喜欢的零食是巧克力，这次巧克力消失了，她自然会很生气。不准交头接耳。是，作弊。这次的关键时刻是1519年，西班牙探险家科尔特斯在北美洲的阿兹特克获得了可可果，并将其带回欧洲。请问可可果是什么呀？东东，和巧克力又有什么样关系呢？艾尔。是，资料显示可可果是制作巧克力的主要原料，科尔特斯把可可果带回欧洲之后，巧克力才逐渐风靡全世界。明白，我们一定帮助科尔特斯得到可可果。出发吧，奇趣变形。这么大，我们上哪儿找科尔特斯啊？请救救我的朋友吧！他们被抓了，现在很危险。谁呀？这位先生，你的朋友被抓去哪里了呢？那是我第一次出海的时候，没想到就遇上了大风暴。船长，为什么您不会受到风暴的影响呢？因为我有它，可可果制成的饮料，帮你征服一切不可能。这醇厚的香味。哇，丝滑的口感，我浑身充满了力量。这个可可果广告和你的朋友被抓去哪儿有什么关系吗？从那天起，我就坚信我的朋友可可果可以拯救世界。原来你所说的朋友是可可果呀。分析，他大概可能也许应该就是科尔特斯。艾尔，你没事吧？没见过你这么不确定的样子。戈德，比戈德，我没事。他的长相和数据库中的相片匹配率只有95.5%，所以我不能100%确定是他。前进吧，拯救我的朋友。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本命？资料显示，可可果在阿兹特克是用于祭祀的贡品，应该存放在祭坛中。你们是谁？竟敢擅闯祭坛！哦，可怜的可可果，跟我回欧洲吧！不，我不批准！你们分手合体！近期开始活动筋骨。是蒙查查！把你们甩飞出去吧！可可果！芝麻开后门。什么还有后门？隔壁的歌姬飞砖大轰炸。天塌下来还有高个子顶着。是可可果。救命啊！
停下！弄得这么大，怎么进得来？去那边，到火山那儿烧光可可果再回来。明白，这就过去。啊！啊！我的祭坛怎么跑路了呀？我晕。不能让蒙查查靠近火山口。光祭追踪，大头柠檬。接招！飞鸟踢！挠痒痒！哇！以我们目前的力量，阻止蒙查查前进的可能性为零。啊！既然拦不住蒙查查，那就用酋长的钥匙开门进去抢可可果。傻柠檬，稍等。啊！找到了！嘿，凯奇，拿到了酋长的开门钥匙。烂掉了！这也太赖皮了吧！更赖皮的还在后面呢！不要相信，可可果可以拯救世界。记得那是我第一次出海的时候。又来回忆这危急时刻，你就别捣乱了。我们现在要的是打开门的钥匙，不是可可果。还有办法，我们将可可果注入钥匙孔里，凝固之后就能变成钥匙了。但我们没有可可果啊。可可果？彼得，正好我有一颗。彼得。可可果，太好了喵，没想到你对可可果的狂热帮大忙了。拯救世界需要可可果，这个拿去用吧。好，作战开始。嘿，我们奋斗行动。可可果，咕噜咕噜转，
家了。怪不得真人和数据库的相片不一样。原来科尔特斯吃了太多巧克力长胖了。机械特工任务成功。啊，长胖。还好我出的少。给。好的，收您100。100%纯金。哦，金元宝。稍等，我这就给您找零。分析有99%的几率，我要搞大妹。就等等，这是找您的80零钱，请给一下。艾尔，没事吧？喂，你这是在干什么呀？找零啊，100的元宝兑100斤银两，收您20，找80，不就是80斤吗？我可没算错。什么银两？纸币拿去了。不用分析，一有奇葩事，妥妥就是。奇趣特工队，时空起点出现了。收到，不怕强敌，奇趣出击。锁定了时空起点的发生源，这次被改变的关键时刻是纸币。从很久以前开始，人们用贝壳、金、银、铜等东西作为交易货币，可是这些金属货币却有着种种不便，比如超重，非常不适合带着出行。对，艾尔就差点被压成小饼。正因如此，所以中国北宋时期就发行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交子？根据资料，当时的人把元宝存到钱庄，钱庄就会交付交子作为证明，利用交子就能在不同的钱庄兑现元宝。因为交子很方便，后来渐渐就不用再去钱庄把元宝兑出来，而是直接用交子进行交易。也是由此开始，纸币这个概念才正式出现，并逐渐影响到全世界。对呀，科普是听了，可坏柠檬这次到底捣乱了什么呀？交子之所以受到认可，是因为钱庄有信用，一定能兑现元宝。也就是说，蒙查查的目标是钱庄的元宝。我们一定要阻止他，出动吧！时间飞船，奇趣变形。这里就是北宋时期的四川成都。停手，别这样，听我解释。砸，给我狠狠的砸。两位老板冷静，请相信我们交子钱庄。还提交子，我付出的可是真金白银，现在兑换不了，你还敢让我们相信你？这是因为押送元宝的镖车迟迟未到，绝对不是故意为之。少多找借口。不要丢啊，当初说好随时都能兑回元宝，可现在呢？一堆废纸。来人，把他给我弄走。等等啊，我们发行交子最看重信用，拜托了，镖车马上就来，请给我们钱庄一次机会吧。镖车再不来，钱庄可就关门大吉了。一定是蒙查查狗事，我们得去把镖车救回来。艾尔、嘟嘟，这里交给你们。闪电猫，我们找镖车。收到，收到。蒙查查，你搞完事了吗？不是，放心，事情已经办好了，镖车没了马，肯定走不了了。而且这附近还有很多凶狠的山贼呢。哇哦，阴险，我喜欢。奇趣特工队，幸好有你们。不然我这镖可压不了了，真的没想到我这次压镖
竟然会碰上一只黄色山鲸，而且它还会使出奇怪的暗器，把我的马都吓跑了，然后还结结结的走了。还好你们来了，不过你们真厉害，小小年纪竟有如此功夫，竟然召唤出这么大的鸵。不准说鸵鸟，是驯龙战车。真是，站住！鸟，此树是我栽，此路是我开，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买路财，买路财、啊、糟了，他们一定是附近的绿林山贼。好好看着，削铁如泥屠龙刀，刀枪不入护心镜，再配上砂锅大的拳头和风流倜傥的外表，老大一身神装，我劝你们还是乖乖就范。抱歉，我们赶时间。就这就是你说的凶狠山贼？懂了，肯定是特凡队来了。那你还愣在这儿，赶紧去给我搞事情。收到。雪山二龙呢？护心镜，嘿，就他了。柠檬，算是找到你。鸟。啊！站长，柠檬镜子人登场。啊！黄山鲸还懂变身术？果然是你，怪柠檬。废话少说，喊招！鸟，怎么啥事都没有？当然有。这里，超级大绝招，镜像复制大法。什么？驯龙战车被吃了？这又是什么神功？不是神功，这是科学。镜像光线可以复制射中的东西。本喵是人见人爱的超人气特工闪电猫哟！啊，竟敢闯花本喵帅脸，我一脚踢飞你！有点本事，再来！你的布置在这儿呢。喂，瞅啥呢？有闪边去，不然我一拳揍飞你！啊，我才不会那样说话呢！看招，通天万能步，我也万能步。不会吧？开局，往哪的粉猫？闪电猫！嘿，好机会！有我阿虎在此，休想接！
嘛。可惜你赢不了我的，因为我们是一样的，我们的能力一模一样，这样根本分不出胜负啊。镜像光线可以复制射中的东西。射中的东西有了，你的鬼点子没有用。通天火星拳。是吗？那你瞧好了，飞鹰战车出动。飞鹰战车奇趣变形。就这，我也来。飞鹰战车快给我出动。咋回事？还不懂吗？只有被光线射中才会被复制。飞鹰战车可没被射到。也就是说，飞鹰战车是独一无二的。萌渣渣，站住！不会吧？看招！镜像光线，镜像光线，光线，光线，光线！飞鹰捕兽，发射！打不中。是吗？飞鹰子弹。算你有信用。当然了。奇趣特工任务成功。周年玩具特卖会准备开始。大家好，终于等到这次特卖会了，你们都跟上我。观光电梯到了，欢迎光临。观光电梯呢？喂，不上去就别打到啊！我要去四楼。好的，请坐好扶稳。我要下二楼去。好的，请坐好扶稳。慢走。现在上个楼都这么有创意的吗？奇趣特工队，时空祭典出现了。果然，我们出动吧。扰乱的是公元前250年，古希腊科学家阿基米德发明的滑轮组。这滑轮组是什么偶像组合吗？男团还是女团？滑轮组分为电滑轮和动滑轮。电滑轮能改变力的方向，动滑轮就能省力。资料显示，滑轮组是电梯的核心部件。比哥，根据资料记载，阿基米德利用滑轮组凭一人之力就能拉动一艘巨大的战船，自此滑轮组就在我们的生活中得到了广泛运用，包括电梯。明白了，我们一定要让阿基米德成功。出发吧，时间飞船，奇趣变形，No!
我亲爱的陛下。是阿基米德吗？是的，陛下。我有一个新发明想要呈现给您。哦，是吗？这次又是啥新鲜玩意儿？就是它。我向宙斯发誓，只要用滑轮组，就算是那艘大战船也能轻松拖出城门。那我给你一次机会，日出之前如果战船还未离开城门，你以后就到别的地方弄这些怪玩意儿吧。亲爱的陛下，我保证成功。嗯，准备搞事情。叽叽叽。根据分析，那位就是阿基米德。地上的泥沙那么好玩吗？阿基米德。根据资料，地上画的是非常复杂的力学演算方程式。碰一下都不行吗？阿基米德可是人类史上最著名的科学家，他做的演算没准会影响到后世很多发明呢，不能干扰到他，不然会造成更多的时空起点。好啦，不碰不碰，我一遍两块拳。去去，嘿，看招呼，来来，嘿。啊！糟了！不能让狗狗干扰到阿基米德。通天幻，逆转光枪。啊！哼气，没那么容易。百变送锤，我敲。不是那里，晚安晚安。收，晚安。可立的得命。我完成了，完美的方程式。你们是谁？我们是来帮你的，谁知道你写个作业那么认真。哦，我的老伙计，我们一起来见证科学的力量吧。等等等等，我们呀，又是特班队，生气。设置完成，行喽。这应该算成功吧。计算不可能出错，我肯定能拉得动。鸟，什么声音？黏黏蜘蛛网发射！嘿嘿，粘得紧紧的。原来是你干的好事。叽叽，嘿，吱吱，不吱吱。他用蜘蛛丝把船尾缠住了。蜘蛛丝，哦，我的老伙计。我就知道我的计算是正确的。天火箭拳，嘿，打不中，笨笨。蜘蛛丝，速度快停下！根据分析，蜘蛛丝弹性很强，物理攻击只会被弹开，反而会把大船砸烂。那出动特工战车，回应战车，出动。
烧并不是胜负关键，我们可以用科学来以少胜多。道理我都懂，可要怎么做呀？海面重锤，我敲。快跑！半天没把船弄出去，倒是把城市搞得乱七八糟。我要把你们通通赶走。这怎么可能？我亲爱的陛下，看到了吧？这就是科学。起手式赢定了。切，谁还没个成名绝技呢？胡大师给他的颜色看看。柯大师加油。嘿哈嘿哈呀，杀嘿哈嘿。不能等本喵看我虎大师赢了再搞事吗？闪电猫，你错了，赢的肯定是贺大师。就凭你们家的金拳？小鸡啄，那是鹤拳，比三脚猫功夫厉害多了。虎大师厉害，贺大师更厉害。是你死了拳拳，知错了。隔壁，这次的时空起点是上古时期的中国，被尊称为人文始祖的伏羲。发明功夫统一华夏，虽然过去数千年，功夫仍是人们健体防身的绝佳方式。根据资料，在伏羲打败牛部落的首领之后，功夫得以快速普及。好，我们一定要让伏羲打赢，出发吧！时间飞船，奇趣变形，
还有谁？如果再没人出战，就当你们认输，你们所有的房子和土地都归我们。首领威武，对，土地归我们了。你上呀。你怎么不上？我不行，你上吧。懦夫，你们要眼睁睁看着家园被抢走吗？那你倒是上啊。你们是要让我这把老骨头上吗？哎呦，我的腰啊。根据分析，这是两个部落为了争夺资源进行决斗。伏羲所在的鹿部落暂时处于下风。哼，可笑的弱者，你们是自己走呢，还是要我们赶你们走？踩到我了，松脚啊！根据资料，那位就是伏羲，他好像想出去应战，但被挡住了。不愧是人文始祖，勇敢帅气，本喵帮你，逆转光枪。你好。其实我只是路过，不小心被推进来了。如果您不介意，我马上出去。这算什么人文始祖面？贝哥哥，可以，但进来的人只能躺着出去。不好，铜钱万能布。什么人敢来捣乱？别误会，我们不是捣乱，只是有很重要的战术要告诉伏羲，请求暂停决斗。神圣的竞技场决斗怎能说停就停？哼，不同意的话，本喵就……就要这个力度。嘿嘿，满意的话，请给五星好评呀。哼，听着，我只等到火盆燃烧完。好机会。大家快逃呀。放我下来。先生，这次决斗可关系到你们部落的存亡啊，怎么可以逃跑呢？逃跑才是最明智的，弱者怎么可能战胜强者啊？当然可以，因为少年你骨骼惊奇，天赋异禀。各位哥哥是万中无一的功夫天才。功夫天才，功夫感觉很厉害的样子。伏羲先生，请留意看我们接下来的每一个动作。我们只做一次秒，能学到多少就看你的天分了。不准行。迷蒙三爽合体，是蒙查查圣牛显灵了。圣牛显灵。根据分析，凯奇他们有危险。哎，别偷懒呀。抱歉，艾尔继续为您服务。蛮牛冲冲，伏羲先生快躲起来。已经躲好了。躲得也太快了吧。百变喵秀斗牛喵，好帅。不羁撞飞你。来抓我呀。抓不到，抓不到。哇，好险，还好我躲得快。一定要受过专业训练才能成为斗牛士。闪电猫，伏羲先生。留给你们的时间不多了。嘟嘟，我们快救人。哥哥别想逃，蛮牛冲冲。通天金刚剑。嘟嘟戈壁。哎呀，你们输定了。
们马上烧光了。谁说的？扶起，走你！时间刚刚好。这就是，嘿嘿，本喵已经把所有功夫都交给伏羲了，他赢定了。全靠喵师傅指点。不可以！牛牛大爆锤，通天万能步。根据分析，蒙叉叉蛮牛的力气比我们大。要给伏羲争取时间。吃我一套组合拳。不会吧，闪电梦，你到底教了伏羲什么功夫呀？没道理啊，电视里明明都是这样演的喵。电视弱者就是赢不了强者。哎，走吧，就这道子靠不住。这次找个更偏僻的地方生活吧。连喵师傅都落败了，弱者只能逃跑。连树都欺负，有了，神牛猫有办法打败蒙查查，只要这样，这样，不济就凭一只笨猫，蛮牛出手，上吧，神牛猫，收到喵，吃我一脚，喵师傅，我弹，对，就是这样，看到了吗，伏羲先生，借力打力，弱者也能战胜强者。借力，打力。不对，一定是幻觉。看我压扁你！不可能，都是幻觉，你不可能打倒我。没有什么不可能。就算只是弱者，也可以战胜强者。借力打力，以柔克刚，功夫赢了，太好了，赢了！伏羲，抢走他们所有的房屋和土地，让他们也尝尝失去家园的滋味。你们走吧。以后不要再抢夺别人的家园了。伏羲，你才是真正的强者。我们要归顺于你，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才是最厉害的功夫。奇趣特工任务成功。起来，我的同胞，起来吧，为了我们的自由，就在明天。对，没错，为了自由，为了自由。是柠檬，你可不准逃走！柠檬，飞手合一！他走得快了，时空数据超动！小矮妖，给本
才不是捡的，你是偷。现在你有两个选择：一，乖乖投降，本庙稍微教训你一下；二，胖揍一顿，再把头盔拿回。这不选啥都得挨揍吗？不然呢？通天万能花红，快来！喂，我疼！什么？头盔消失了，难道是艾尔？收到。根据资料，头盔和2000年前的大英雄斯巴达克斯有关。啥？什么达？那是谁呀？跑快点！真是的，跑这么慢，没吃饭吗？嘿咻嘿咻！喂喂，先给我解开呀！哎呀！这是什么情况？你这奴隶太慢了，跑快点！奴隶，奇奇特工队，你们也发现时空起点出现了。出动吧，不怕强敌，奇趣出击。青，这次的时空起点也太过分了，到底是什么被改变了？和艾尔说的斯巴达克斯有关吗？对，这次关键时刻是公元前73年，在古罗马帝国爆发西方古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奴隶起义，斯巴达克起义。可的飞飞的确实还挺帅的。根据资料，斯巴达克斯是决斗兽场里最强大的决斗士，有他带领，奴隶们才敢于反抗残暴的古罗马。斯巴达克起义对当代社会有着重大意义，就连那位思想家也这么说过。斯巴达克斯是旧时代无产阶级的真正代表，因为他的起义，人们才改变想法，最终推翻万恶的奴隶制度。我们一定要让斯巴达克斯起义成功，出发吧！时间飞船，奇趣变形，城。艾尔，这大圆柱是什么呀？根据资料，那是斗兽场，专供贵族观看决斗士战斗的地方。斯巴达克斯肯定在那里，我们马上。斯巴达克斯被捉了，萌查查，你给我站！站住！别跑！决斗士逃走了！捉住他！站住！站住！别跑！别跑！哎呀！这就交给你们啦！看招！无敌冲天罩！再见喽！喂，谁跟你是好兄弟？他们是一伙的。先收拾了他们。百变重锤，我枪！没办法，我们分头行动吧。对，交给本喵，驯龙战车出动！驯龙战车，奇趣变形！我去把幻柠檬给逮住，目标锁定。光标弹射，好，我也来。哇，快看，那是什么？飞鹰战车。凯奇，不能耍赖皮。喂，你们是什么人？他们是敌人。是敌人，别让他们跑了。准备，出发。快，我们先散开，甩掉他们。
坏柠檬就带你回去。生气，协助发射，光迹穿刀。不见了，继续搜，一定还在附近。是。这也太慢了。这不是重点，我们先解决蒙查查。可他有这招，很难对付呀。嘿，只要封住他的手不就行了？我想到个计划。喂喂，别躲了，你出来给我变穿着吧。出来就出来。通天火箭拳，连环发射，不会死。嘿，逆转光枪，给本喵回来！柠檬变结束。对，就是这样喵，光迹追踪。你的必杀就用不了了，闪电猫！哎，给我砍招！算了，不会死。必杀，超喵电光劈！哎呀！再见！轻轻松松，大获成功！耶！来人呐！斯巴达克斯带着决斗士们造反了！兄弟们，跟着我冲啊！为了自由！打不出来，快撤！同胞们，成功了！今天我们自由了！齐聚特工，任务成功！
哇，金灿灿，赞了，拿走拿走，这给我换一年的鞋子了。总算蹲到你了。听着，小矮妖，乖乖投降吧。完蛋，快走。抓住了。别跑，抓住他。该睡了。等等，就差一点点本喵就通关了。根据记录，12小时45分钟前闪电猫也这么说过。奇奇特工队，时空节点出现了。好，又回避，再接个必杀。闪电猫，喵！嘿，快走快走，本喵回来还有大战300回合游戏呢。猪猪们，不怕成敌，齐去出击。救命！自己好像在博物馆拿了什么东东，然后一群保安就突然袭击了我。这有什么好苦的？不就是你又偷了东西吗？这不欺负老实人吗？我身上没东西呀，瞧啊。确认小矮妖身上没藏东西。捉贼拿赃，你们不能凭空惹人清白呀。海奇，我知道原因了。就在刚刚，博物馆失窃，可工作人员全都说不出到底是什么不见了。根据分析，这是因为时空起点令埃及藏品消失，所以大家才会不记得。好，先修复起点，之后你一定要把藏品还回去。好嘞。才怪，笨蛋才还呢。这次关键时刻是公元前1334年的古埃及，当时的法老是出土文物最多，有着超多黄金珠宝的图坦卡蒙。也就是说，这次换柠檬的目标就是图坦卡蒙。那还等什么喵？出发！本喵还等着打通游戏呢。时间飞船，奇趣变形，别打野了，上次开团来了来了，赢了哟！柠檬使者，还有什么其他好玩的游戏吗？有啊，我这还有最火的猛汉猎人呢。猛汉猎人，听着就兴奋，快争取。图坦卡蒙法老，有些公文需要您的批示。哦，好的，呈上来吧。什么？这也太多了吧！抬走，不看不看了。对，玩游戏重要。拖走拖走。对了，这个也拖走。继续继续。不不，是奇趣特团队。什么队？新游戏吗？不对，他们是不准你玩游戏的大坏蛋了。什么？来人啊！是。给我捉住特番队！遵命。嘿嘿，忽悠大成功！喵喵，那就是埃及宫殿嘛，超壮观的喵！错了哟，那是金字塔，那边才是法老的宫殿。
那法老宝藏在哪儿呢？喂，我们找的是法老，跟宝藏没关系吧？小逼，大哥，隔壁的，就是，要是他中途偷了什么东西，又整多了一个起点出来，那本喵岂不是白干了？哎呦，超级英雄无故造谣，欺负老实人呀！什么？就你还老实人？对呀，嫉妒，闪开，不闪！别吵了。什么呀？奇葩特番队，就是你们不准我玩游戏。对对对，真坏真坏！先等等，我们才刚刚到呢。少废话，战车准备。上！天下转回墙，地转黄墙。我们得先解开误会啊！这么危险，你们加油，我先溜了啊！啊，小矮妖，那家伙这么一走，肯定会惹大麻烦的喵。我们现在就有麻烦，跑！溜冰哥咪！他们居然不怕我太阳神的战士！放心，还有本尼蒙使者呢。别动，拿着。柠檬，三宝合体，怒怒面具，生气剃光剑。啊！好气！好气！啊！都是他们！啊！不知闪，快动！什么？逆转光，别动手，他们是无辜的。争取时间，我来想办法。我也很无辜啊！我可以的。哇！快跳！哈！通天金刚拳！啊！可比的。根据分析，他们沉浸在悲伤当中，无法战斗。啊，这也太耍赖了吧！等等，好伤心！喂，你到底怎么了？静静静，给我扣鼻子吧！好气质，好气质，好气质啊！加油！通天万能破！Woo!
中目标的脸才会产生效果。也就是说，我只要戴上面具，那就能破解。骑士爆发！柠檬使者，不，他才不是什么使者，坏柠檬是来利用你呢。这马试试又输了。时空起点怎么还没消失？对呀、看来事情没那么简单。所以蒙查查才会用游戏诱惑你，为的就是要制造时空起点。原来是这样啊，是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会因为贪玩耽误国事了。哎，人谁无过，玩游戏嘛，应该劳逸结合。你还有脸说、干嘛翻旧账是吧，我的小鱼干。Heavy、怎么还在古埃及？青青，传送错啦。奇趣特工队，你们刚完成任务吗？对呀、青椒博士、等等、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难道这是奇趣小镇？青青，奇趣小镇怎么会？我知道了，整个奇趣小镇都变成了古埃及风格吗？哦，我也觉得很奇怪，明明之前检测到的时空起点消失了，可为什么世界会再次出现异变呢？根据分析，妥妥是出现了新的时空起点。难道大家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导致了新的时空起点？怎么会呢？本喵可是出了名的谨慎。我们很直接地打败了蒙查查，连图坦卡蒙，不对，连古埃及人都没有怎么接触，不可能产生新的时空起点。不对，你们这次去的是五个人呢。小外游。奇趣特工队这次搞出大麻烦了。啥情况？他们好像把现代人留在古埃及了。这个人在古埃及的行动造成了新的时空起点，这等于帮我们再做了一次数据收集。特凡队真笨笨呀。好的，快抓他！你去帮他。为什么要帮这个小偷？那家伙在古埃及捣乱的时间越长，我们收集时间起点的数据就越多呀。对呀。特工队应该已经知道问题出在这个小偷身上了。蒙查查，你赶紧出动，不能让特工队带走这个人。是，王师师，全速前进的。奇趣特工队，这可是你们自己惹的麻烦，怪不得我呀。放心吧，朋友们，我已经通传下去，小矮妖只要还在城里，很快就会找到他的。谢谢你，陛下。但是喵，万一那家伙跑到别的地方了，那岂不是大海捞针？根据分析，城镇以外是沙漠，在沙漠里是不会导致时空起点产生的。毕竟沙漠人迹稀少。比格的，那家伙还能干什么？肯定是想偷宝物。偷宝物？这样的话，他该不会是……陛下，你想到什么了吗？宫殿的东南方有供奉着奥西里斯的神庙，里面放着很多珍奇的宝物。报告，有民众看到小矮妖往神庙的方向走了。那还等什么？出发吧。奇怪，这里怎么连门都没有？不会吧？难道这里根本没有宝物？什么声音？
是。嘿嘿，这就是海市蜃楼呀。为什么侍卫追着我们跑？而且他们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呀？这边！哦，有点奇怪。艾尔，试一下用强光照射。收到。消失了。还好猜对了。根据分析，这应该是古埃及的设计师通过巧妙的建筑结构做出来的光学幻影。这些侍卫其实是在别的地方。那不就是海市蜃楼？是同样的原理。因为侍卫的数量很多，所以无论我们怎么躲，眼前都好像有人。不过只要改变光源的折射，就能破解这机关。唬人的东西，既然有破解的方法，就不怕了，一口气冲进去吧。原来是这样，但我刚进来的时候怎么就没有遇到呢？你肯定触动机关了。机关？不会吧，难道这里根本没有宝物？哼。什么声音？我被埋伏了吗？一定是这个。好，分析目标。明白了，我按正这里。我已经闻到宝物的味道了。走起，我们去里面瞧瞧吧。你哪都别想去。起去特工队。隔壁嘟壁嘟，没错，苗乖乖跟我们回去。好不容易找到的宝物，我才不会放弃呢。苗。这个是开始分析。哇哦，找到了，这宝石有够大的。太棒了，这能换多少好玩的鞋子呀。宝物我来了。翻译，这是通往不要动那块宝石。神庙供奉的是冥王奥西里斯。消灭入侵者。百变重锤，我抽。起去特工队，你们快想想办法呀。苗，你这家伙还好意思说啊。消灭入侵者。哥哥，闪电猫，送我上去。没问题，逆转光枪。嘿，嗨，嗨，
我们从上面逃出去吧。我的翼，消灭术击者。根据分析，我们无法躲避萌叉叉的攻击，上方逃走的成功率0.001%。这又不行，那又不行，本喵都要被烤熟了。艾尔，门上的古埃及文字难道就没有破解的提示吗？没有提示，原文只是警告任何太阳神的子民都不应该进入这个连阳光都不能到达的冥界区域。阳光都不能到达？消灭入侵者。消灭入侵者。奇怪，火烧不到有光的地方。只能试一下了。喂，来呀，我在这里啊。入侵者，果然是这样，阳光就是你的弱点，通天火箭拳，再来，通天火箭拳连续发射，接招，奇趣特工任务成功。把宝石放回去。不要。好，奇趣特工任务成功。